这个轻点放，那个拿到这边来。三公主，你这哥哥，你这是搬东西啊？我不是跟皇上说了，你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啊。四季初年，这样不妥吧？你毕竟是夜明国三公主，这金枝玉叶的，应该住在宫里。那你还是太子呢，你不是也住在宫外？李赤哥哥，你带我看看你的房间呗。啊，是不得，是不得，是不得，是不太合情理。你想想，我是成家的人了，你这搬过来，传出去不太好。也是，我也得考虑你的名节。那我就偶尔过来住吧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公主，对不起。退下吧。这怎么办，李赤哥哥？要不你陪我上街去买胭脂吧？啊？三公主，胭脂、水粉这些东西我什么都有，你要什么颜色我都能给你找出来，走吧。